我有话问你啊。哎呦，我真的搞不懂这些异性的臭直男哎。爱情这种事情，本来就从友情升华而来的啊。而且呢，相处久了，感觉对了，喜欢就上嘛。那怎么样才确定喜欢上对方了嘛？还不简单，你想一下，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，是不是觉得特别有话聊？特别的亲切。那就对了嘛，这种一见如故的感觉，自在的让你如沐春风的，渐渐让你模糊了双眼，而且呢，朦胧的很想吻他。那就叫做喜欢啊。哦，哎呦，怎么办怎么办，我真的好乱哦，我想要他爱我，但我又怕他爱我，走得我头都晕了。哎，你觉得他是想要亲我还是这个古斯恩？我怎么知道啊。哎呦，命运为什么要这样捉弄我？哇，你这个也叫命运捉弄啊？还不都是因为你。烦死了！哦，英雄，英雄，真的好想要他爱我。真的又好怕他爱我。哎呦，啊，真的好想知道英雄在想什么。不管了，反正能和英雄接吻，保持身体的主导权，之后就可以告诉英雄，我就是他最爱的兰溪啦。
对耶，别弄那么乱。来看点床边故事吧。时间会带走一切，早一点学习孤独也不见得是坏事。不过自从开始有了他在的日子，即使每天过得很战战兢兢，这世界仿佛也开始有了阳光。只有想着他的时候，心还有在跳动的感觉，生活也有了活下去的动力。哎呀，不舒服不舒服，超肉麻的。其实这古诗人也真的还蛮衰的嘛，好不容易找到互相喜欢的女生，却这么短命。每天帮他带着早餐，看他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，真开心。今天狠下心，把打工钱全拿去买了手环，是一对的，决定跟他告白，当面送给他。他答应明天下课跟我约见面，一定是知道我的心意。怎么没了？真是好奇，到底是哪种女生会喜欢他啊？不知道到底告白成功了没？哎，不管了啦，反正古诗人他都已经死了，还有没有成功不重要啊。啊，真的好烦哦。你在这里干嘛？睡啊，你睡啊，你再睡下去就剩下68小时3分25秒，睡啊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触动了
你们很难找哎。对了，其实我今天来呢是要给你们看个影片，而且超好笑的，一个学人生娃娃。欢乐二青年 ，Super！ 哇，这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天哪，你这超白痴的好不好？哪会？而且我最讨厌娃娃学人家讲话了，你知道吗？英雄。要苛求，不知不觉想打电话给你。怎么会想的？对，这个老师会严厉，而且超严格的，快点啦！想不想我？哎呦，你进去啦，你说走。在你身旁，晨曦窗外游荡，宁可保留一些神秘感，说小小的话，请离我远一点，我怕我会着魔，难过绝望灰心的心情都在此刻释放。 You're my hero, you're my hero。 如果能有一点奇迹，天一整天跟英雄的进展出乎意料之外的顺利，看来这是个机不可失的夜晚。
早安。早。哎，你怎么会有这个？看你好像很喜欢的样子。嗯。骂英雄。骂英雄。谢谢你。我很喜欢，我很喜欢。国外一秘书长表示，一个男同性恋者终其一生有1000个以上的性伴侣。哈哈，好夸张哦。真的假的啊？对啊，太夸张了吧。怎么可能会有1000个啊？如果以后有个儿子，我想我也不希望他会是 gay。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，当同志真的太辛苦了。你想啊，两个男生要怎么自在的在路上牵手、拥抱，甚至是接吻？光想到路人眼光，我就觉得压力有够大的。如果是女生跟女生，我还没做完。先不要说，等下我来洗。怎么了？我想过了，我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，免得被误会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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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的幸福，百分百是你。好想拍微电影，长镜头锁定你快乐的表情。现在终于相信，相信爱上你本来就没有什么逻辑。最后会在一起，才明白爱情发生什么事情。